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守护朋友。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嗯，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。酷宝太棒了。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哈哈，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。出发。别掉下甜甜圈了。你是谁？不许动。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，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要出发，出发出发，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不怕，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，攻击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。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，我们有生命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，你们一个都别想逃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。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守护了正义。
超级汽车在一起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危险的兔子车。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！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！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后警车比礼物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泡砰砰砰。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没错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鬼子侠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会来到，轻轻松松去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长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起来包围，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！我宣布，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
我着火了！好了，火灭了。什么声音？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快走吧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火大火大火正在燃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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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森林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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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救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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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速向前，拉下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第五第五。灭火灭火，大水泡砰砰砰，哇，他们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，你们也吃了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浓烟浓烟到处蔓延，迷路迷路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大树大树大树不断倒下，救援救援救援，需要救援，张开翅膀来到你的身旁，我来帮忙。开启雷达，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。抬起水泡，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。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安全了，我们得救了。对不起，给你们惹了这么多麻烦。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，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小心喷火车。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，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。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！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
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它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喷火车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老嘟嘟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。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，装甲消防车，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，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啦啦啦啦，救护车帮助你，是谁受伤？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不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消灭它。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。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冰企鹅大作战。耶！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嘿嘿嘿，弹气弹发射。
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！快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，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啊，要赶紧阻止它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科！火箭赛车，旋风！铁臂挖掘机，酷宝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尖尖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！准备救援，快快快，大大冰块撞不开。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铁拳两拳晕晕晕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准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，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步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！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！挖掘机呀，轰轰轰，冰墙倒下了！企鹅企鹅大喷嚏，安全困住了！气死我了！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！哼！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！那当然！花园大道。哇，公园里的花好漂亮呀！嘿嘿，雪莉，我们一起和小花拍张照吧。好呀。哦，花儿怎么消失不见了？啊？啊？哇，小花，让我问你香不香？怎么回事？小花们，来喝点水吧。你的花好像正在消失。根据我的判断，一定是有人把花都偷走了。是谁呀？是我，麦特博士。我要让整座城市的花都消失。去吧，我的鼹鼠车们。哦，原来是你们在捣乱，可恶的鼹鼠车。我得想个好办法。有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
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发生大事了！我今天早上起床后，吃完早饭想去花园里散散步。妮娜，你快说重点！啊，哦，重点就是城市里的花都被鼹鼠车偷走了，我需要大家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别跑，花园里有小偷，躲藏在土地下，悄悄地偷偷躲，一眨眼消防车喷喷水，让我们把你抓到。大胆子一二三，对着洞洞挖呀挖。大大水炮快发射，对着洞洞喷呀喷。大大轮子转呀转，对着洞洞踩呀踩。小偷小偷别想跑，完美配合抓住你。哦，还有两辆鼹鼠车。好吃的蜂蜜，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成功了！啊，好多蜜蜂！快跑！救命啊！来了，皮皮小心！啊，不好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看新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斑斑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，快来追我吧！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闻闻闻，右边闻闻闻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全都快过来！引擎轰隆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了吧，快跑！啊！真假洒水车。啦啦啦啦啦！嘿，咕噜爷爷，早上好呀！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嗯，呼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呼噜爷爷。呼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。怎么回事啊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嗯。哦，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嗯，要赶紧抓住它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泡泡水花呀花，汽车们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，别担心，我来了，泡泡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了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，泡泡车别想跑，开雷达照啊照，一五一五找到了。站住，别跑！加量发射！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泡泡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找找右找找，泡泡车冒出小泡泡。被我发现了。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泡泡。泡泡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抓住你。任务完成。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博物馆风波。哦，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
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！啊！我们好害怕呀！快跑呀！啊哦，我来啦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，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哦，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。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来啦，发射光波治疗你，我来啦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耶，太棒啦！现在让我们一起帮忙把博物馆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好的。呼啦啦呼啦啦，恐龙化石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呼啦啦，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呼啦啦，超级汽车又到。